然后等一下，我是不是又要崩溃了？你是是你崩啊，溃了。麦块很爱崩溃。难怪抗压力不是很好。真的。等一下。你看，疯狂的崩，崩崩崩崩崩，很熟，换主线啦！换 起来，直接换，新年新气象，合理合理合理。那、噔噔噔噔噔。嘣嘣嘣！啊！哎呦！噔噔噔！究竟何东？好像站起来 OK。Test test！哎呦！哎，我怎么在上面？我要给你卡一下，吓到我！哦，啊，我们全员逃走中，五个人。那就是两个鬼，三个人，哦，好不好？因为我们之前是一个鬼抓一个人，对，现在是两个鬼抓三个人。但是呢，你想要怎么抓都可以，好吧？一个鬼抓三个也可以，好，就是那两个鬼要好好的沟通，对，杨不用怕，你一定会有队友。那队友小心，你想要打鬼是不是？没问题呀、啊，杨杨，Jerry，你懂得抓。等一下就会懂得多，嗯，真的抓得到就有地方的，没问题，投过分的不会过，快跑快跑！杨洋，你那个投到一半崩溃啊，那个绿宝石，你不要诅咒我，不会吧？跳，嗯，小雨这里的，平常哪里？哦，在这，然后缓速走，自己加速这样，因为我没有来过这里，没来过这里，我这边有那个可以按，对，赶快下去，这个这个。我之前为了抓反应才来到这，可以关吗？看不太懂，我不知道啊。嗯，杨，你这个道具就是主要是买发光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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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发光哦。对，就是会让我们发光，你买个七八个都可以，那其他的其实就是比较随意，至少钱要用完，好不好？钱吧，尽量用。对。哎，这里没什么。好，我记得站在这里就好。对，然后人家来就赶快跑就好。对对对对对，你们两个在一样地方是不是？对。对呀、啊。嗯。随便买。我怎么来？随便买，随便买，没事。都买，都买，都买。还是在那个上面啊。都忘记要。哦。开始了，鬼出来了。直接发光。不要！看那边亮亮，不知道这样哪里啊？嗯，好眼熟的发光，要发光就很短。显示你获胜次数是四哎。啊？真的？真的？我看你是三啊。好。嗯。好像央这个给你。怎么哪里？这一区哦。在塔楼上，在塔上。哎，塔上的小心啊！小心啊！别下去了。这边，看到了。我看到了。你没看到？等下，为什么有一个发光特别久？还是我要怎样啊？摸它？对，就碰它一下就好。就揍它。不要，你不要。哎，喂啊！我只想要用隐形逃走。原来你们有技能。隐形是副手还是右？我刚刚按右键没有用啊。Q 出去。哦，对，Q 出去。早知道我就跑到那个创可外了。我刚在直升机呢。我想说换一个地方，站高高看看。哦，好快哦！哎呀，哎呀，这上面还以为可以跑到这上面就不行，他只能在这里。所以这里就其实还好。哎，小玉。喂。人来了。喂。走。啊哇！
小心啊！喂啊！不见了，可恶！小心啊！他们还有发光的、啊。哇！完蛋！你怎么没踩压力板出去啊？有啊，不是你啦，绝对啦！他在说真的呀。嗯。啊！他们来的嘛？死掉了，还想救可人家、啊？我想说，我踩走了，他应该以为我走了。没有，我想说，发光一下看看，哎、欸，还在附近、哦。你们两个人都是这样的想法，对。可恶！瞬间GG，可恶！好快哦！来哦，再来哦！换 Jerry 跟繁星 ，Jerry 连当哦，来。我勒个！你样子就是赶快努力跑。快跑、哦！这个技能 Q， 可恶！看你要跑去哪都可以，想办法躲避自己。那、啊、血鞋可以穿，穿的话就不会摔死。对啊，你在隐形的时候，它也会自动把你的鞋子给脱掉，很方便。哦，好高科技啊，高科技的、啊。科技哪里？迷路了。哦，我来躲一些没躲过的地方啊！这什么？嗯，第一次来到这，他的点啊，可以躲的点真的超级多。嗯，哇，他好多压力板、哦，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我又出来了，我不要，我要进去啊！压力板太多了，已经搞不清楚我在哪里。哦，发现新天地，危险、那個、的地方哪里啊？我的妈呀！你们会看到这对话框吗？嗯。对话有一些对话没有？没有没有，那是附近那个人而已。好了，真的。那这里其实也没有到很好呢。我们来了。他可以直接这样进来啊！臭八七，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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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完蛋了！我看到小雨了，头上不用发光了。小玉，你被看到了，小玉。干嘛啦？你怎么那么可爱，小蜜蜂？我想说，躲个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、啊。最危险的地方啦！哎、欸，看不到，看不到，不要乱做事。死掉了。啊 ！Q。哎、欸，玩到 F 了。你在干嘛？你放在复仇上了。放在复仇啊。剩洋洋了。洋洋，好来看繁星视角哪里、啊？哎，都在嘞，全部都在嘞。我刚也是啊，超好笑。Q， 嗯 ，Q， 对啊 ，Q 回来，那个踩到会回来，你要跳上去。哎、欸、呀，哎呀，直接掰啦，洋洋。可是他隐形只有一点一下子，就五秒，对，五秒，五秒。你以为多久啊？打他吧！我想说可能会，我想说会有一段时间之类。可是我刚刚跳不上去，为什么？要因为你踩到那个，踩到就会，就是踩到、啊，就会回来。是啊，你要跳过去，跳过那个，哈、啊！对，这是什么、啊？你拿什么？哦，跳跃的。他们可以直接跳到提升去抓你啊，就像这样。哎，你要拜，再见。用技能跳跃杀死，好的。这个有一点吓趴。可恶！按到 F， 好累。等一下，人类方断面获胜哦，人类方加油！当过了。哎呦，换繁星跟小雨。好、哦。这里走啦，快跑啦！要去哪里？没有哪里可以跑。都不知道哪里比较好。都不好。就它很大啦，有各种躲藏的点。至少我们彼此都在很远的话、欸、就还不错、他们就得浪费一些时间、这里是哪里？我就没什么事、这里有没有什么机关、开发新鲜地。对啊，其实我感觉像我们那一场开发到全。哎、欸、杰瑞，你的麦好断哦。很断吗？对啊，你先开麦断。对，你太不敏感了吧。抱歉，连野人冷。我跳跳，身上火上去。有屏障。哇，这个是。可恶，不能那样，他们发光很多啊，这里一定会被抓。哎、超多的哦。在悬崖边边哦。
别别别！哦，这里感觉一定会被抓，但这里风景好好。只好只好，不是，好老地方，有人在直升机上面哦。没有哦，不是哦。那个太高了，我先，我先。好，不要轮流用。看到啊，就直升机上啊，泱泱，你要不要下来？我要，我毕生的梦想就是成为直升机驾驶员哦。我让你成为他。不要啦，不要啦。你们这样很坏。刘总上不去。我看一下这个在哪里。看要提升，咻一下就会过去了。你那里要一会儿，它中间有个地方卡卡的，我也不知道什么，就比较慢。来，我在跑，所以应该还来得及。绕圈圈战法，绕圈圈战。哎，泽宇那边 OK 吗？我不知道，我没有看到。哎，怎么人在那边？哎，小雨，你记得你上那个树屋下面那么多的吗？树屋。对，就是树。哎，不是。啊，好像你没有穿鞋啊，泱泱。我有。可恶！你没有，你没有。小雨，小雨就是他那个树下面。你那时候不是在你左边前面那个树下？你用对啊，有人在里面。我好像我看一下一点的这里啊，我要飞回去啊，哥远呐。没，我那时候不是树下，不是哎，可以用这里指南针看我吗？指南针？哎，这里我没有来过哎，我是有来过啦，可是上次是找你找到找错地方，哎，这不是这里啊。啊，那个是那个这里的。好，那你去找，去找另外。好，我去，我去。应该是这个吧，因为我那时候没有从出口走出来过，所以我不知道上面长这样。是哪里玩？想干嘛？这是哪里？旁观者超雷哥。这里。哦，对啊，这里。光。他们有在发光吗？他们。是我忘记路怎么走。那个在树上的，要不要把手举高？手举高，我来喽！哪里？我看。哇，要被抓了是不是？哇！哦，不要！是谁？这边有屏障，我过不，我没办法去别的地方，你知道吗？哦。不要过来！很快。哦。问题。快点。剩两分钟，还有机会。找不到路，躲在超外面。哦，这么跑去上面了。小玉都懂啊，小玉很懂啊。喂，这边你还在跑？这里我不知道上面是什么。你在哪，小玉？你不要乱来。欸，跑走了，当然跑走啊！这怎么出去啊？你不会出去啊？哎呀，哎呀，这怎么出去？哎呀，哎呀，不会出去！哎呀，我不知道这里路怎么出去。哎呀，我忽然觉得，哎、欸，我好像可以躲得过。哎、欸，这里你也躲得过、欸，这里。哎、欸、哎、欸，不是，他怎么出去啊？哇！还告诉我。真的要回家去不？不是，因为你知道吗？他刚跳上来，原本他们那边有。我就是看到你跳下来，我就是用跳跃提升啊。没有，太坏了！会进那个洞去跳，结果没有。啊哇！剩一分钟。哇！怎么了？那你到底怎么出去啊？对不对？我会进来，可是我不会出去。所以我会出去。那边小雨、啊。我看到，没关系，小雨不会出去就可以了。欸、糟糕，这里上不去。哎、欸，完了，现在是怕繁星过来了。真的？不可能啊！我那里上不去。怎么了？繁星你还要很远吧？他在图书馆里面。我没有在图书馆。他有，他就在图书馆里面。我没有，我不要。我上不去，你上不来，就只要繁星不要过来就可以了。我还没看到繁星 ID， 应该没问题。哎呀呀，繁星你在哪里？
在找你的路上。哇哇哇！躲车扣啦！呀呀呀呀呀！这个到底怎么好猛啊？小玉只会来，不会出去啊！对，对耶，忘记还有跳跃提升可以跳。成功六过，你跳跃提升应该也没办法，因为那里有水啊。哦，它底下有水，所以那应该跳不上去。不知道，可以跳看。对，还好还好，哇，六成功啊！人类终于获胜了。获胜了。而且关键也是这里很晚才死，不然他们两个人包夹我就不行了。没有，因为我刚开始注意啊，我想说他会不会我跳上去的时候给我跳下来啊，所以跑一半一直抬头，跑一半一直抬头。对，人类三个人都很重要。哎呀，啊，记得穿鞋子啊！再来，不要穿鞋子哦。好，岩羊跟小雨好像没有过哦。好，为什么？好，好，那就来厮打喽！各种鬼的组合都来。蛮换地方，其实我觉得那个地方真的很猛，因为要抓就得浪费很多时间。真的，一直晃，一直晃。其他地方就不知道啦，来找找有没有更好的地方。喂，哦，这里是哪啊？哦，就这样吧。啊！大门敞开啊，这里。嗯，这有什么？有来偷礼物了。偷礼物？偷礼物？哎、欸，哎、欸，回不去了！哎呀呀！啊，旁边有那个。哦。啊！什么神秘的点啊？我记得这里好像就是，不能讲，不能讲。哎呦！啊，我看看，让你看看、哎、下面。你要过来，我这边有大胡萝卜。你是在那里哟、哦？我什么都没看。对，你知道大胡萝卜。这个怎么下去？这个真的很……在哪里？我是谁、欸？恭喜你到终点！你那边是白白的，对，白白的，很白很白，白的，白的。是啊，他过来，我可以逃出去。虽然我也不知道出去在哪里。你知道那边就是上次你找到我的地方，被音乐杀死的地方吗？嗯，忘记了。哎走下去啊！小雨在干嘛？你在哪里？不知道啊，我不知道怎么下去，我要先去找其他的。去找其他人，去去去去！没事没事，你要要看那个发光啊，追那个发光的点。你有我丢，可是好像。哎呦！喂，夹到了！哇，这里我刚夹他一下，被门夹到，夹到哪里？夹到，好像有点疼啊！完本被门夹到，这什么地方？没事，我们现在有天眼兵。哦，这里应该没事，我大概知道怎样状况。我、哦、看不到最危险的。嗯，对啊。哦，这边。哪里呀、啊？娘在干嘛？你们要发光喊一下啊，对不对？我们才知道我们现在亮亮。我在使用发光。使用技能强不强？对啊。哪里呀、啊？天哪！在哪里呢？哎呦！灯哦。反正躲很久哎、欸，很棒哦。我是走这里吗？我只看得到这里。我走到自己都晕了，走到自己都晕了，太大了，技能还是不行，可以用发光就可以看到位置，但是不知道发光了，哎、欸，发光了，怪了，我怎么只看到一个？对啊，我也只看到一个啊，我这个下面的吗？我要逃了，只看到一个，那不就代表那个吗？小雨你应该知道啊，那就是遥远的那一个，我要逃了，遥远，要跑了。
会在呛壳外的就只有一个地方啊！我要跑了，我要跑了。最特殊的那边就在那边了。对。哎呀！你住手啊！等一下啦！按摩摩，按摩摩！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不拍咪呀啦！哎呦！不要再爬了！不行！加油！繁星加油！哇！繁星这边只有一个出，但至少他们好像还没找到我这边下来的点。这是哪里？我是谁？你最好是啦！我全部乱打，你要看我一直在转。有啊，大迷路不要来啊！我这里我也不懂啊。这是哪里啊？这地图好大，我也不知道我出去会在哪。嗯，这哪里啊？亮晶晶，亮晶晶，这边也是熟悉的角落。熟悉的地方、啊，对，但没关系，他们都还没有下来过。好，等三十秒再跟你讲。你不用讲，你不用讲。没有没有，他们找不到了。他们找得到啦。嗯，小雨找得到啦，泱泱找不到啦。真的吗？我找得到吗？你找得到啊，因为这是我刚刚跟你躲的地方啊。哦、是你干嘛、啊，文心？你是不是自己人，文心？他找不到啦。我忘记了。你看，你看，你看。我忘记了，我很怕、啊，他记不住啦，不用怕，不用怕。在哪里啊？这一直在跳的是小雨，是不是？对，是我啊。嗯，你不用紧张，我很紧张，我你真的不用紧张。他刚刚跟我是一路乱走乱走走到的。对啊，我那个泱泱，你绝对走错了，你好远哦。啊，这里好可怕哦！你太下面，泱泱，我没有那么深。我不敢回去，那条路好可怕。你在哪里呀、啊？不可怕，不可怕、啊。哎、欸，我躲过了，我一定没问题了。不是啊，这条路真的超黑的啊！你是仓鼠哦。那我看看这里是哪里。欢迎来到迷宫，哦，又回来了。哎嘿，小雨。我真的不记得我第一个是走去哪里、欸。对啊，耶，要这个躲过了。你看，我把小雨骗走了，我完全失忆。我最后还看到你从窗户旁边经过，完全不会。哎呦，哎呦，好可怕哦，暗搜搜。可以可以，啊，换我当鬼喽，我都还没当到。你不是不想当鬼啊？对啊，你当鬼是不是？那是坏掉了、啊。你是不是就哦有了？有了。我跟 Jerry 啊来 ，Jerry 好常当鬼，啊、鬼王哎、欸，所以我们发光起码要买个很多个，一二三四五，怎么个？买个九个好了，一人九个应该很够。太多了吧？不会，读完后啊，你们这么厉害，这么多吗？快速，对啊，真的有